我叫 Kenneth， 入咗利丰十年，而家 under LF Sourcing 做 designer。由细到大，我都中意砌模型、画画、影相。因为呢啲嗜好培养咗我对设计嘅兴趣，令到我将来想成为一个设计师。后嚟我去咗读设计，累积咗五六年嘅设计工作经验，我就加入咗利丰啦。喺工作期间最大嘅满足感就系喺 WGSN 嘅 What's in Store 登咗我几个嘅设计，作为潮流嘅参考。另外，有一次我到巴黎出租嘅时候，喺一间 department store 度见到我设计嘅产品摆喺货架上面卖，呢啲满足感都成为我嘅推动力。我最大嘅梦想就系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嘅品牌。我叫 Kenneth， 我系利丰人。